锦绣河山那么倒影在水里，多美。但是要起浪出来的，不敢起浪出来的要列兵都歪七扭八，所以看到的通通不真。哦，所以修行就是要让你跟他风跟他海浪风平浪静的，或者是呢你一趟水有一根沉淀啊，没混浊啊，啊那个时候叫做明。啊明的时候哦，你就这样知，啊而且哦自己有业也知。啊，迄阵阵你着嘛知影要哪等业业种嘛？哦，好，那我再问大家，你要让它风平浪静，让它能够不混浊，你讲要不要禅定？要不要禅定？一点外没有无明业风，那无明业风要不要有定的功夫？要，那沉淀要静止，是不是定？也是定，所以要行菩萨道，绝对要入禅。不入禅，不叫行菩萨道。所以，我那呢衣钵传承啊。西天东土历代祖师到六祖，这个都是禅宗的有衣钵传承的。所以像楞严经，楞严经也是禅宗的一部重要的经典。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力，诸菩萨万恨所楞严，所以吼、哦，希望我以后吼，卖阁听着讲吼，讲啊，我都安尼修得好，无闲袂使。你明个讲啊，我都安尼得好，我都安尼修得，安尼修你永远安尼，你永远幼稚园好啊。你永远甲这无缘吼。这佛教九大义，这拢爱具足，这全部拢爱具足，缺一拢袂使的。全部拢爱具足。袂使拢讲啊，安尼就好，啊安尼就好吼，无才咧教，我伫遐讲到有嘴无烂吼。变成耳边风。那大佛顶正音，如来密因修正了义正音，诸菩萨万恨，菩萨的喜爱方便度化，所以是圆，圆他的是透过善知识来，是向菩萨得来。如果那么是有一个发心，把这方法讲出来。你要叫初学人要哪知要哪修？安尼你讲佛法会不会断掉？所以这世间爱有菩萨咩？还是罗汉得？无菩萨这法都爱断掉啊，对不对？这诸菩萨万恨，要菩萨就是吼、哦，要离欲，禅定功夫都要有，身心清安要有龛门、哦，然后呢，又要能够一人保呢，就解决了。修行现在是。不是说多困难，可以越简单是越好，
之前我也有跟大家讲一个故事、哦、叫做养猫抓老鼠、哦、越母越大母越大越免想、哦、这语义、哦、另外一部哈、哦、禅宗很重要的典籍就是《楞伽经》，《楞伽经》来的哈，一、那个求那跋陀罗翻译的，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，哦，因为《楞伽经》有三种的翻译本，但最主要的初祖传给二祖的就是，求那跋陀罗翻译的，哦，最古老的。总共四卷，每一卷哦，拢是一品，啊，每一品哦，诶，那个品名拢同款，我叫做一切佛语心。好、哦，一切佛语心，这个心就是在讲心要，也是在讲。主要的目标、哦、月亮 这是譬喻、哦、这是譬喻、哦、就像是我们用手指头指月亮，你才知道月亮在哪里。很多有些人他不知道月亮在天上、哦、以为月亮在哪里。知道有些人误以为月亮在水里、哦、那我们就叫那个叫水中月、哦，在佛经里面很多这样的譬喻，有水月，我们说风花水月、哦、水月道场、哦、我们中国有一个 很有名的诗人，他就是误以为月亮在水里、啊、所以 就这样进下去找下去捞月了、啊、实际上如果没有人指，你也不知道月亮在哪里。啊，根本你要来讲，你要真正登陆月球才知道，哦，原来这里就是月亮哦，要不然你还以为月亮只是一个影，一个这么，哦，我来写个刚刚，哎，这月亮还会阴晴圆缺，哦，啊，其实哦，那是影像，那不是真的。真正月吼、哦，爱你登陆到那上面，你才知道。所以吼、哦，圣人的境界呢，就像是月。那我们只好透过手指头去了解月要怎么到达，这叫做指月。哦，啊，这款指月就是透过一切的佛教的言语来了解我们。最重要的修行心要在哪里？所以每一品都叫做一切佛语心，目标都是指向这里。这个是想禅。那为什么这个就是禅？因为这个地方易懂，这个地方难懂。这个地方易懂，这个地方难懂，所以这个地方易懂就叫做显，你我都比较容易懂，而这个地方就叫做密啊。啊，其实禅就是要让咱入密，入这个心要。
都我都啊比喻哈、哦，你要透过入禅了，你才我到行菩萨道啊，行菩萨道了吼，你到我的功德圆满成佛，那这个过程就叫做禅，啊，其实就是入密的意思。这整个过程都是想，哦，没那当清安，没那我都看人性，没那我都行菩萨道，功德圆满了成佛，这过程都是想。啊，因为这款过程吼，拢是一般人吼无法度理解，所以就叫做密。所以不是只有西藏有密，中国有没有密？中国禅就是入禅就是入密，哦，啊，就是止悦，一切佛语要达到这个目标的意思。哦，好，那我们。把善于这个的叫做通教，那善于这个的就叫做通宗。我在通宗跟通教，啊，通宗跟通教，告教的一切语言都是为了让你达到解脱的目标。都是为了让你达到解脱的目标，所以呢，当中国哈，哦，就有八大为了达到目标的宗义。那这八大宗义，既然它是宗义，有没有高下？它有关阶，无关阶，所以，哦，不要在八大宗里面叫高下。为什么？完全都是应机，为了要达到这里的。但是不要叫高下，但是有没有高下？这样你知道，不用叫高下，但是有没有高下？那叫做分别一切法，不起分别想。这样可以吗？不是说，啊，不用叫高下就没有高下，不是这样。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善语的善就叫做善巧，你想看吗？不要叫高下，又善之高下，啊，你说善不善巧？我再用一个较浅显的比喻给您听。我们要不要等视世界一切的宗教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当然要，因为众生都活性，你怎么可以不能等视一切的宗教呢？但是我问你们，你们最后要走哪一教？还是通通不要叫高下？这样知道吗？那个善巧通宗又通教，这样是不是有清楚一点的？这样你才不会去受怕。我们该不该等视一切宗教？那你走哪一教？最后你走哪一教？这别人会讲，我在讲的人，你不是要等视？啊，家己知道秘密。所以这个叫菩萨善于语哦。